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破案的小九高同学。破了。那我们过去吧，我们一起去见证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印度班高同学。我们今天要一起玩欢乐谷去挑战刺激，走吧。快走。快点。干嘛？干嘛？要干这么远吗？我的手！我想往这个。为什么？那是他不开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们老乡了。我们国潮舞蹈，走。你在哪儿啊？我们到出口了。你要看什么？那个树。那应该高高吧？这个桥怎么去吗？哦，这个桥怎么去？好险！哦，我看到了。那儿。好无聊啊！太废了。你看，才5:40，这关了干嘛？开的，开心。哇，快走！哈哈。谢谢啊。啊，我腿抖。来吧，来吧。你们有人叫吗？今天？我当然会叫，会。哦。哇，好好玩，是有一点快。我走啊，开心的愉快的一天。走，那进
去了，不是假的。不怕，这啥可怕？真的怕。小九还是回来了，不能离开我好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不能离开我，走吧。有 NPC。啊、有 NPC 哦，不喜欢姐姐哥哥们保护我们，谢谢你的脸庞，谢谢我不怕，哎哎哈哈哈哇，哎哈哈哈，哎等一下，哎为啥像我在里面，我感觉我的身体不受自己的控制。我是我不怕，但是我很怕。我也很怕，但是我在吃东西就还好。他唱好高的音啊！擅自闯入者，后果自负。可是要出去，我只能。好黑呀！哎呀妈呀！吓死我了！我哎呀，这个地好恶心啊！哎呀妈呀！这人不会就是只有这一个吧？ NPC 吧。小九说他自己怕，就跑到最前面去了。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.